来做一个很特别的叫做寻找爱情仪式。OK， 这通常你们去别人的婚礼是被看到的，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魔术班的婚礼，所以我们就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仪式。OK， 好啊，喂，准备好没有？喂，寻找爱情仪式，来，哎，寻找钱啊，寻找钱我还在练，10年后，哎，有真正啊，有两条蓝色丝巾，哎。两条蓝色丝巾 ，OK， 这条呢代表啊 ，Delete，OK，、okay? 这条代表 Ray， 哎、okay? ，很简单的 ，OK， 来 Ray， 帮我带这个丝巾绑一个结，一个 knot，OK，、okay? 绑个结，紧结，来绑紧一点，越紧越好 ，OK， 谢谢你，看到吗？一个很紧的结 ，OK， 代表他们两个绑在一起 ，OK，Delete 和 Ray 在一起 ，OK， 对、okay?。但是奇迹还没有开始 ，OK， 我们先把这两条蓝色丝巾放在这个空的杯子 ，OK， 啊、来，给你来，帮我握住 ，hold 住这个杯 ，OK， 什么都不要做 ，OK， 一直 hold 住就可以了 ，OK， 给、OK ，我这边有一个包包 ，OK， 蓝色的包包，证明一下蓝色包包已经是空了，一个东西都没有 ，OK， 一样东西都没有 ，OK， 你准备好没有？寻找爱情啊 ，OK。里面呢有拿出了一条很彩色的丝巾，彩色的丝巾代表他们啊、多姿多彩的爱情 ，OK， 全部都在这边了，正在这丝巾。所以呢，等一下 Ray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就是寻找他这个他们美丽的爱情 ，OK， 还有 Ray，OK， 怎样？没有问题啊 ，OK， 嗯 ，OK，Felix 啊、先拿报拿这一下，然后放进这个里面 ，OK。来，你准备好没有？找一下那个爱情。啊？没有？为什么会没有呢？还是？哎，仔细的找，仔细的找，不可能没有的。没有啊？奇怪，没有。来，徐立来帮我找一下。徐立来找到。奇怪，来，再一次。要空气真一点哦，第二次啊，给你多一次机会啊，找不到就不可以了哦，不可以哦，不可以洗，没力把它找不到，来再一次，放进去，一定要找到啊，找不到不可以洗它 ，OK， 真的进去啦 ，OK， 还有你，来再一次，准备好没有？来，仔细的找，努力的找，一定要找到你的真爱，很烂的啊，找不到，来拉出来，找到啊，还是找不到，奇怪嘞，难道你们有一个男人到吗？来，给你再一次，求他，你已经决定是他的，不然就找不到。那你做好决定没有？决定了吧？决定了，最后一次啊，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哦，不要再错哦，来放进去。哎，这次要找到，找不到不可以结婚哦。可以来，努力的找来，找到吗？不行啊，来拉出来，找不到就拉出来。可以给大家看，哎呀，真可惜，还是找不到。OK， 可以回家了。不用结婚了，可以开玩笑。哎，对，其实爱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是一种有时候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借用魔术的力量来让他们看到这股啊，说话爱情 ，OK， 神秘的爱情。来，这里放大这边。OK， 来，OK， 我数到三了，你们一起拉好吗 ？OK。来，大家一起数哦，一二三，一，二，三，来，太大力了，这样激动 ，OK， 看，其实爱情一直都跟他们在一起绑着紧紧的 ，OK， 这个代表他们爱情永远都在一起 ，OK， 永远一辈子都在一起 ，OK， 谢谢，给大家鼓掌，谢谢各位，谢谢。